上完性教育课后进性经同学。这个受精啊，就是你爸的精子钻到你妈的卵子里去。你问精子是怎么进去的，医院打针见过吧，针头戳一下，药水推进去，过程差不多。还有啊，要是有人想带你去偏僻的地方，千万别答应。不，不光是陌生人，老师不行，隔壁叔叔也不行，连同班同学都不行啊。英国媒体报道。带你去人少的地方，请不讨论。这种课一定要实做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都上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女学生事后向学校报告，男同学在少年法庭受审时已坦诚性侵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